一个人背。等一下，比较漂亮，还要赢。自拍还要赢。风景真的很漂亮。这个榕树已经两个胡子成长，长到下面来这么粗了，那几十年，那个枝，那个祖母，长脚了，算长两只脚了，一只脚，这原来就像那个细细的，在地上吸到养分就长大了。看它长多久，可是这棵树已经几十年了，光这两棵要长大这么大，本来像胡子一样，变成一直支撑这样，原来就像这样细细的，还要再过来，更好玩，这只长上来的，它刚好给它顶住，像一只手给它撑住一样。甚至呢，那个就是另外一颗的一只手给它撑住，它才有办法伸那么长，长那么大。就是这根的这棵树的这棵榕树的，像类似一只手给它撑着枝干，这只枝干。这好兄弟就对了，太对了。这个缆垫的铺车呢，睡觉起来不会太硬，是十块一点都不会好。要拉开。这在真正看飞机嘞，这是一航道的嘛，那才可以。那火星呢？去躲在苍蝇。这只条道你控制下来，
心了。空空看看是怎样的事。太有骗了。我不好。传统买这个要那个说要公司行号才可以买吗？没有啦，一般人可以买、啊、这个都可以买、啊、大家都可以买、啊、哦。上次听那网络说什么要公司才可以买，哎呦，还设定什么哪个地方才可以飞？有，真的，哪里有飞，它是有限制限航道，有绿区、红区、观光区。它这边是绿区，这算这网络查才就知道。它有一个软体，它如果现在不能飞，你飞机也飞不起来。它会锁住，它可以锁住，就不能飞。可以锁住哦，这样子哦，那也可以买，我也可以买，我买一只小小的那。都不能控制啊！但飞起来，它都跑走，飞起来都跑走了，1000多块而已啊。那种来玩，啊，像这种一台多少钱呢、啊？这个一台2万多。2万多块哈、哦，应该买这种比较适合。比较适合的。嗯，拍起来镜头要清楚哈、哦，像你们职业用的哈、哦、都可以了哈、哦。哦。西部滨海公路由台北巴黎至台南七股，沿途之风景据点，途经风光秀丽，波光粼粼，故有金色大道之称。沿路有林口火力发电厂及巴黎林口核化炉，十三行遗址位于淡水出海口南岸观音山前沿之河口冲积平原上，为北部十三行文化的典范遗址，而且也是此一文化类型在台北盆地周围地区唯一仅存代表性遗址。台北港辟建于台湾北端淡水河入海口西南岸，以及观音山为屏障，濒临台湾海峡海运航线便捷，地理条件优异。
什么树不知道。一艘，嗯，一艘，两艘，三艘，四艘，五艘，六艘船，对，看到六艘船在作业。这边还有一艘，七艘，入港，不小，很大呢。燕子都在飞，飞蛾，空中都有飞蛾，所以燕子冲来冲去都会被抓到。厉害，一嘴巴就咬住，咬住了。现在剩下我一个在这里等，等夕阳了。快五点了，六点夕阳才会下来，海面上。